主料，活鱼5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蒜片、葱、醋、辣椒、姜末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活鱼1条，烹洗干净，取两边的肉，切蝴蝶片，用调味料腌30分钟。先用热油把腌制入味的鱼片炸熟，把炸熟的鱼片捞出后，在锅内盛少许油，丢入蒜片爆香，然后再把干辣椒和姜末放进锅内爆香，加少许水、酱油，炒煮开，最后放鱼片裹上汤汁，淋醋勾薄片，撒上葱段，端上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用调味料煎30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